顺天孝，王地宝上台鞠躬。人的记性啊，人的记性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当中，人的记性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敢问您是研究这个的？何止研究，去年我才从英国取得了一个博士学位回来。您是博士啊？哎，敢问是哪家学校毕业的？啊，英国剑桥大学。剑桥大学有这学校吗？跟您那么说吧，徐志摩，你听说过了吧？我很崇拜他的。他都叫他康桥，我叫他剑桥，其实指的就是同一间大学了。合着你们是同学关系？我这，他是我学弟呀。嗯。前些年他搭船到英国，在英国 Liverpool 码头边，还是我去接他的呢。你接他就接他嘛，你扑我干什么？没，这是洋文，洋文利物浦得说是 Liverpool， 我还没说码头呢。码头是什么？码头得说是 port， 俩字合一块念就是 Liverpool port。 你刚才给我洗把脸得了。我就说那徐志摩呀，我都叫他小摩。小摩？嗯，人家徐先生是新文学运动的大诗人呢。不是，他写的那些个东西能叫诗吗？怎么不叫诗？您说的是哪一首？随便举个例子，就拿那一首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来说吧，那能叫诗吗？再别康桥，意境很好，很好的一首诗啊。那不是诗。嗯，那是我说的话。您说的话？大前年在他回国之前，在英国 Liverpool Port 上船之前，我还对他说：“我说小摩啊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啊。”他听了就把话给记下来了。哦，回国之后就登报发表了啊，还把我最重要一个啊字给漏了。嗨，我现在我想起来我还生气呢。对，嗯。您不要乱说话哦。嗯，万一人家徐先生今儿在底下听相声，那多不好意思呢。他来了吗？他在哪儿呢？啊，在不在后面？你让他出来啊！我正要找他算账呢。亏他当年还是学会计的呢。学会计您都知道？他那笔账我还不清楚吗？嗯，想当年在美利坚合众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会计，学不下去了，这就搭船到了英国改念文学。学不下去了。嗯，人家徐先生很用功的。我这，谁用功啊？嗯，我用功啊。他每天在忙着干什么你知道吧？干什么？在他那篇吸烟与文化的散文当中，他自个儿说得很清楚。怎么说的？我最近每天在忙着散步、划船、骑自行车、吸烟、闲谈、喝下午茶、吃牛油烤饼、看闲书。净干这些个事儿吗？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更忙活了。嗯，我们是六个同学同一间寝室。是，他睡我上铺，我是倒了霉了睡他下铺。啊，你别看他长得那细皮白肉的样，嗯，睡着之后就听他一个人在那儿打呼、咬牙、说梦话，还同时放屁。还放屁？每逢初一十五啊，还得梦游。还梦游？梦游的时候还尿尿在我的鞋坑里。我让这就是我所崇拜的徐志摩吗？这是我自个儿。你自个儿又怎么知道的？还不是我那学弟小摩啊，他告诉我的。您看看，大前年，哎，在他回国之前，哎，在英国啊 Liverpool Port上船之前，他还对我说：“我说学长啊，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。希望你以后晚上睡觉不要再打呼、咬牙、说梦话，还同时放屁啊。”
您看看，每逢初一十五，也别让同学们再忙着藏鞋子了。人家都藏鞋子了，藏往哪儿藏啊？有一回十五月圆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月圆的时候人的尿特别多吗？我哪知道？不是，同学们把这鞋子都藏到屋梁底上头去了。嚯！我是按照惯例下床梦游嘛。嗯。当我游到那屋梁底底下，我他妈顺手一摸，嘿，一大排呀！哟，气得我一家伙就尿他们二斤半了。梦游还不忘报仇呢。我跟您说，他还有一篇散文是没有发表过的，你知道吗？哪篇？啊，叫什么？美国西部文化与我啊。有这篇吗？哎，那篇文章特别提到我的。哦，他说他有一年在哈佛大学福利社买了一双靴子吧。有这么一尺半高吧，很别致。又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呢？照样把它给尿得满满的，尿到表面张力为止。反正话要说回来了，这美国人做的靴子是好。怎么说？滴水不漏啊！事后呢，我在旁边还留了几个字儿给他啊。哪几个字儿？你不必讶异，更无需欢喜。行了，我都不明白这几个字后来为什么会这么红啊！啊，也不过就是为了一双靴子嘛。好了，那这事儿您不提还好，您要提，我到现在我还得过瘾呢。哎、我这是好了啊哈！您不要太过瘾喽。哎，得收敛收敛。我们不提徐志摩了，不提不提，谈谈您的博士吧。那啊，什哪来什么博士？你刚不说你得了个博士？对，我去年嘛，才从英国弄到一个，不取得了一个博士学位回来。敢问研究的是哪门学问呢？啊，人类记忆学。人类 human being memory。 human being memory。不成，这是洋文，你听不懂。哎，讲中国话就是人类记忆学了。是啊，就是专门研究人类记性的一门学问。人的记性都已经成了一门学问了啊。根据我的博士论文报告指出啊，我把人的记性呢分成了三大类了。人的记性都已经被您分成三大类了，那么也就够了。敢问是哪三大类？第一大类，第一大类是记性好的。记性好，好的什么程度叫做好啊？您他大小事儿全记得呀。哦，您着笔这么说吧，一大早起来看到桌上百盒鸦片，嗯，哎，哎，这么一声就算记性好啊？哎，这同时脑子里千言万语已经走过去了。哦，哎。眼跟前这是一小盒鸦片，可昨天拿家来的时候还整整一条，一天之内咱们家是川流不息。现在孙大人、王大人、四婶、他爹派人拿到我一两六的、二两七的、三两八的，一共七两五，连声谢都不说就拿走了，就凭他们官大欺负人，你们抽你们抽你们抽死活该。可下班来到咱们家来看的这个鸦片，当着路面揣在口袋里，我都不念一声。就与他奶奶当年替我爷爷说过一次，可是真拿走的，那晚上急速的军法处烟雾局的朋友到他们家来勾结的事儿，我拿什么来贿赂人家呢？哎。这记性好的太辛苦了吧？根据我的统计呀、啊，这种人他占全国总人口的1.27%啊，1.27%，而且活得挺痛苦的。为什么会痛苦？你想嘛，他什么事儿都得记得这么清楚，这人他怎么不痛苦啊？什么事儿都得记这么清。第二大类，第二大类是记性坏的。他坏到什么程度了？叫做坏呢？您他大小事全忘光了啊！您左比这么说吧，一大早起来看到桌上百盒鸦片，嗯，昨晚才抽过的啊，哎，没。这是您昨晚才抽过的鸦片呢？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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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。我是你朋友啊！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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